这里是另外一边嘛，哈，对，下面这边是这样，所以如果我要让它接触到，如果我这样全部的话下去就平了哈，那我是不是要稍微转一下，好让它这个角度是能够确定它是一个顶点的上方，嗯，那这样下去它就不会那个跑掉，我们再一次。你看，这样是不是它打开以后稍微推一下，它这个三角形就呈现。嗯。好，往前这样，你看，大拇指向前推一点点，它这个三角形，嗯，就直接就下来这样。嗯，好。